雪克夫妻在海中苦等了35个小时，终于成功拍摄到了珊瑚产卵的瞬间。可以看到大量的珊瑚卵漂浮在水中，形成了罕见的奇观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，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，我是何之宇。更多详细新闻内容，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。